一个大碗，22公分口径，内青花，青花是岁寒山油、竹子、松树、梅花，那中间也是松树、竹子、梅花，中间那个动石山石像药石一样，有点成化的那种遗迹在那里啊。成化就是锁石山嘛，药石山，很大，22公分，五彩的。外面是孔雀，锦鸡孔雀纹，是吧？30牡丹，有鹤、孔雀、锦鸡。枣皮红啊，这些是很大一个。这是红彩、绿彩和那个黄彩，山东还有黑彩，很大一个碗。这种图案嘉靖时候经常见，孔雀这些。大明嘉靖年制，平切底。那川图是平的，平切。那个底釉是鸭蛋清，很大一个碗。孔雀画得很生动啊。牡丹30，那个飞鹤，你看，蓝鹤都不是飞的，就在地上，长寿之一，瑞兽啊，也是孔雀都是，锦鸡，地位的锦鸡也是高的地位。